净土对于末法时期很实用，只要有时间，心愿行不缺，人人都有份。信真心一点怀疑都没有，西方有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在那里切言往生，没有怀疑。愿这一生过去了，唯一的一个愿望就是求生净土，绝不怀疑，绝不改变，这愿成就。行就一句佛号，不管在什么地方，这一句佛号心中常念，没有杂念，必定的是，没有怀疑，没有犹豫，时候到了，决定生净土，大功就告成。没有往生之前，天天所盼望的，就是往佛来接引，未必的想法。佛来了就去，不要犹豫。信愿行具足，这一生就真的大圆满。往生是大圆满，极乐世界人人都有份，不能怀疑。世间万缘放下，看一切人都是佛菩萨，清净心就是往生极乐世界大根大本。念佛人只有一个目标，往生极乐世界成佛去。机会很难得，这一生遇到了，决定不放松。在这个世界还没走之前，多修一点这积功累德，给大众做榜样。念佛成佛不难，除这个法门之外，哪一个法门都不容易，都要学到清净心先去。遇到净土多生多劫的因缘不容易，这一生好好的把握机会，一生圆满成就，再没有怀疑。报生，同生经。